有39年历史的大昌食品市场宣布将会结束营运，关闭28间食品零售店铺，但维持采购、分销和食品加工等业务。据了解，大昌星期五陆续向员工发出终止雇佣合约通知书，话业务受到不确定的外在因素和各种营运挑战，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终止食品市场业务。有关雇员的合约将会下个月14日工作时间结束后终止。大昌亦向大昌主义兵团会员计划的会员发送通知，话将会在下个月1日终止运作。